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呀！这个高科技呢，应用到医疗领域呢，就是能让我们就医的体验更舒适，包括生命质量、生活质量更高一些。而这种高科技应用到社区，那就能更系统地进行一个社区管理了。你像以往一些高空抛物、遛狗不拴绳等不容易取证的事儿，如今都可以清晰地记录下来了。这个呢，就叫智慧社区。最近，大连市高新园区就打造了两个智慧社区的示范点儿。咱们一块儿来看看，生活在这样的智慧社区里面有啥不一样。我去遛狗啊，狗犬很多，老人小孩也很多，因为这样的事情，我们遛狗不牵绳的事情啊，发生很多，产生了很多矛盾。现在呢，咱们智慧管理那个系统呢已建成，那个这样的事情避免了很多。记者了解到，智慧社区里设有一个犬类指挥管理系统，凡是有居民出门遛狗，系统会通过摄像头自动识别是否拴绳。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呢，就是关于业主遛狗的这个一个管理系统。那么这套管理系统呢，主要是监测这个业主对宠物放养过程中的这个违规行为。那么如果这个小狗没有拴绳的情况下，这个大屏幕呢会主动抓取到这个画面，同时摄像头会配备这个云端广播，对业主进行提醒，就提醒您这个遛狗要拴绳啊，看好自己的犬只等等一些。同时大屏幕的这个画面呢会进行一个截取，保存到我们的这个系统当中去，然后对第一时间发送给这个公安机关的派出所这个备案，给我们物业服务中心进行一个备案。小区三期有六栋住宅楼和一栋公寓楼，楼层相对较高，居民也较多。现在每栋楼附近都有两个高清摄像头，紧盯周边的不文明行为。我们注意看这个亮灯的这个窗口，这个画面，它会有一个它白色的物体飘落下来，都会进行一个捕捉，然后呢传输到后台，我们物业工作人员和这个社区民警呢就会到现场进行这个处理。另外，小区的多个垃圾分类点旁安装的垃圾分类智慧管理系统，会自动提醒没有按规定把垃圾扔进垃圾桶的居民，这让小区原有的乱扔垃圾情况改善不少。在小区里，高新园区公安分局陵水派出所还设立了一个智慧代办区。智慧警务室是智慧小区管理系统的总部，同时还有便民服务代办点、公安业务咨询、纠纷调解、消防逃生体验、食品药品安全展示等功能。各之前开展防火、防盗等宣传等，居民没有直观感受，不知道如何灭火，起火了也不知道如何逃生，达不到教育效果。现在警务室设置了消防教育馆和逃生体验馆，居民通过参观就能体验整个过程，对居民提升自我保护能力更有实践和指导作用。同时，在陵水派出所的智慧代办区里，想要办养犬证和居住证的居民也能足不出小区就顺利办完业务了。对不方便这个到所里去办理居住证或狗证的一些居民，或者是上班时没有时间的，来到这以后把材料填好啊，把它打开那密码箱，会自动弹出一个密码，咱们民警7个工作日是吧，正常把这个办理这个证件办理完以后会放回这个密码箱里边，居民凭密码可以自己来取，这样方便了群众来办事。门禁识别、车辆识别，还有疫情自动测温，这都是系统。另外还有管理方面的消防管理、高空抛物管理、犬只管理等等，功能非常的实用，每一项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实实在在的让生活在智慧社区里的市民感受到了便利，同时还直接消除掉了一些不和谐的一些声音，比方说哈，高空抛物，还有这个出去遛狗不拴绳，说了他不承认，好，有影像为证，咱们智慧社区可不好糊弄哟。